没人说，跟兄弟说。这个是我们铁粉军的龙哥，在我们团队背后默默的支持我们一年多。天火。走起，走起，黄毛。黄毛争取今年起提一辆回客，必须要超过他。兄弟们，你吉伯利，你是这么严看我们？嗯，我很高兴。当时买的车，我这辈子我也心满意足了。车票子了，超过了。嗯，我也很挺满足了，很满足了。好吗？进去今年过年开个这个车子去见你妈。对，稍微长一点。嗯，我将来会比他还牛逼的。嗯，妈，你不是，我是保时捷。你是保时捷740是吧？你不是说740吗？嗯。你这个有个弹射起步吧？弹射起步。我来玩。就完了。还有个弹射起步真牛逼。能把那个手给我收一下。可以。行不行？行。啊，黄毛。可以。是不是兄弟？你叫我刘少勇就可以了。啊，是不是兄弟？是，必须的。我不你。你把那个手给我收一下，啊、你把那个手收一下。啊。我今天喝你第一场酒，也是最后一场酒，是吧？啊。嗯。我们俩喝酒很高兴，很快乐。是的，就是说今天特别爽。你看我来，我没见外，我包括我跟涛哥，我也没见外。嗯。你他妈不把那个手收了，我们就最后一次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听到心里，拜拜，龙哥的话听到心里，黄毛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嗯，非常好的兄弟，嗯，但是你他妈的，你早点要洗心革面，是的，听进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好好好，我下次再过来，嗯，叨扰你啊。必须的，必须的安排，龙哥下次只要一说，我们把那钓鱼的位置先找好。啊，嗯，好啊，好的。我觉得我今天很开心。嗯。但是黄毛这边你还是要教育一下。会的，会的，好。感谢感谢龙哥的啊，涛哥支持啊。啊，不是的。好。你这边你教育一下他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。他其实嗯，人不坏，但是他那个毛病你一定要让他改。好的，好的，龙哥说的我们都会。我废话有点多啊，啊，涛哥。说的都是对黄毛有好处的，对我们有好处的，好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龙哥，好好好好好，慢走啊，好。嗯。你不改，我就跟你喝。嗯。你改，我就跟你喝。好。怎么喝都行，好不好？好。两兄弟，不让你说话。嗯。两兄弟不存在，说没人说，说话，好吧，好吧，嗯。好，涛哥，好，好的，好，龙哥，好，一路顺风啊。